Hello， 我是你卡麻烦人，我不卡的 Jessica， 欢迎来到我的 Vlog。回来，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记录一下我平时拍摄日常啊，顺便呢展示一下我的就是各种，昨天刚收拾完屋子，先比一下，来镜头，呜，跟我走，那就来到了我工作间，哎，这一堆东西，昨天收拾几个小时了吗？啊，收拾了一宿，终于把它都整理完了。这边呢是一些礼服，日常的那种女装，然后这边杂七杂八的帽子啊，各种披垫儿加，我的假发一部分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没做的假发之类的，帽子、高跟鞋，这边还有。地方小，比较贫穷，租不起大房子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些演出服，就是这样子啦。憔悴的别克斯小姐刚展示了一下她400块的美甲。然后这是我日常拍摄的桌子，我零下的桌子。这我平时的视频都是坐在这儿拍的。今天我们也要做一期我平时短视频的拍摄，然后呢，记录一下我的拍摄过程，好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啦 ，Let's go。但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桌面摆完了，今天摆盘是很整齐的。我们开始化妆啦，开始拍摄。往这边来点。后面的壁纸往前拉点行不？好了吗？好了。三二一，二三四 ，OK， 不要伸太近，再来一下，对，不要伸太近，这样 ，OK， 再来一下，三二一，一下两下 ，OK， 再来，有点僵，有点快了，慢一点来，三二一，OK， 向上看。来，手往里，两只手，这手往里，好 ，OK， 三二一，往回来，二一，拉，你手怎么了？得了秀气。我们素颜的那个趴呢就拍过了，现在开始正式化妆。你看嘛，我化妆出了名的慢。现在几点？5:14。我看你8点之前能化完。你咋那么欠？你们觉得我几点能化完？弹幕纷纷打，明天早上5点。3、2、1，踏踏 ，OK。下光。下光。粉底是多涂开还是？多涂开。好像在练功，这是什么功？啪啪啪啪啪。来，好。多整几下，哎呀！并不是那很聪明。怎么了？你抹太多了。我就这了一下呀。看看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？因为我高光和西红柿腮红都看不太出来。高光学校腮红就一个，就给它磨到那儿。你现在就剩两个了。我说把腮红去掉，因为那看不太出来。我肯定得让你高光、西红柿腮红全都出了。你就都录吧，到时候再剪，反正就这两个动作。没有谁赢，我赢了。要卖你的？什么你的？我赢了，妥协了，录了。那我不录了，那我就等你把上妆画完。我现在要录这个，那就是你要说要录，因为这块没有什么区别，你懂吗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打完散粉扫掉了以后没什么区别，那我觉得可以去掉。不是，我觉得高光修容要有，我只是让你录一下，我不一定会用啊。那我就说你就录下来不就完事了吗？你非得给我降。我没跟你降，但是你突然刚才又说什么我赢了你赢了，这人有必要吗？这是。不是，就是正常讨论嘛，也没必要就是非得是吧？他也为了内容好。我们拍摄一拍就一天，他好像就觉得就是我搁这拍摄就是很必然的，就是我一定要听他的，我不能发表一下我的想法吗？我就觉得挺不了，我自己冷静一会儿话。你不要说点啥，我不想说话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不是，刚才我们回看了一下，不在。你越想越伤。是这样子的，就刚才我的确和这些还有一点点小争吵啊。我在想，就这段素材我要不要删掉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素材，背景音乐非常明显的听妈妈的话，顿时我气儿消一半。听了没有？听妈妈的话 ，OK。听妈妈的话。现在呢，就是化妆就化的正片来了，很枯燥。我们在玩会儿游戏，干嘛的？游戏时间。今天的游戏是接字儿游戏，我先开始啊。我说词儿，喝水，喝凉水，不喝凉水，不想喝凉水，不想喝凉开水，还不想喝凉开水，还不想喝凉白开水，我还不想喝凉白开水，我还不想喝凉白开茶水，我们还不想喝凉白开茶水，我们还不想喝凉白开奶茶水。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？奶茶不是水吗？你哪怕说个凉白开茶。液水我都能让对呀、啊，凉白开茶液水啊，你的，我管上你的了。那大家看看能过吗？这个过了，真是过不了。凉白开茶液水你的了，耍赖呢这还。
脸。刚才这样的话，红红你开始。化妆，化浓妆，化大浓妆，我化大浓妆，我不化大浓妆，我不爱化大浓妆。你这有点打脸啊！我在这化的大浓妆，是我不爱化大浓妆。我不爱化大浓彩妆，我不爱他化大浓彩妆，我不爱看他化大浓彩妆，我不爱观看他化大浓彩妆，我们不爱观看他化大浓彩妆。我们不爱观看他化大浓彩妆。你怎么来回就这一点儿？我们就不爱观看他化大浓彩妆。我们真就不爱观看他化大浓彩妆。我已经想到一千个了。我们真就不太爱观看他们他画大浓彩妆。我们真就不太爱观看他画大浓彩妆。我觉得他这句话都不一定能说出来。我们真就不太爱观看他们画大浓彩妆。我们还真就不太爱观看他们画大浓彩妆。我们还真就不太爱观看他们画这大浓彩妆。这都行？这你是哪儿？你一山西人，给我弄一北京口音。来，我捋一下啊。我们还真就不太爱观看他们画这大浓彩妆容。我们还真就不太爱看他们画这种大浓彩妆容。可以吗？铁柱老师，不行了吧？铁柱老师，我们俩还真就不太爱观看他们画这种大浓彩妆容。牛逼！我们两个还真不爱，还真不爱，还真就不爱观看，真就不太爱，不爱观看。继续，不继续了。我们两个还真就不太爱观看，他俩。他们。还是上把这个游戏，只不过自己说辙。讲价，三脚架。我加两个字是吧？三脚架相机。相机三脚架啊，相机三脚架。还有三脚架相机，可能两三个字。啊，我买的相机三脚架，我加四个字啊。今天上午我买的相机三脚架，也太贵了吧。今天上午我买的超轻碳纤维的相机三脚架，超太贵了，碳纤维的。我要加七个字啊。突如其来的游戏让本周的话筒过程雪上加霜。太贵了吧。他真不值这个价。OK。哎呦，今天上午我在影视器材城二楼买的。我他妈想的是二楼。相机三脚架也太贵了吧？他真不值这个价。今天上午怎么真不能动？我加九个字儿，就不万个。是不来了一篇作文出来。今天上午我去海淀区东风镇十里铺街。海淀区东风镇十里铺街，十个字，海淀区东风镇，十个字啊，我少一个字嘛，那就十里铺，十里街呗，啊，十里街，你可以这么说，二楼拐角的，哎呀，我操，小逼出，我早就这么想了，我说啥？今天上午我去海淀区东风镇十里街。摄影器材城二楼拐角当铺的第一家买的。不行，太无聊了，这个游戏。几个小时，这个三点多开始，现在我九点多，十点多了。七个小时，老死！七个小时，有多惊喜？没有多惊喜。甚至眼影只花了一两个小时就画完了，剩下五个小时画什么呢？画底妆，画底妆画五个小时。杰伊斯。